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昨天晚上下了点雨，也不是点儿，下了挺多。然后今天我寻思和我妈商量看看蘑菇出没出来，今年也没采着啥蘑菇，就想过把采蘑菇的瘾，然后就不出蘑菇，太让人着急了。今天我再上山顶溜一溜。你说你叫唤啥呀啊？我在这录会视频，你叫唤啥呀？山上有露水，我妈穿的靴子，我也想穿，但是我没有。还上这个山看看，离家近，走太远我可走不动了。我妈拿了镰刀和锯，把那个苞米那边儿炸一炸。昨天晚上下雨没在这看，然后野猪就下山了，吃了点苞米。这我家种的毛豆，妈，这毛豆是不能呼了哈？那行，晚上整点毛豆回家呼也行。拿刀砸两个，看着砸一砸，砸一个籽儿就行，多好。回家呼点五香的，呼点五香的吃。你看看，那头就这一颗呢，这一颗哪全都这一颗那可差。结挺厚的，刮啦厚，去年收豆子，去年豆子收点豆子，冬天做豆腐吃。呼大酱，还有呼大酱。不吃太。看这苞米，现在这杆儿都黄了，这再挺十来天吧。十来天就能劈苞米了。你看，到时候了，你看那大全都黄壳了。看这棒结多好，多大！今年苞米能丰收啊！大丰收是吗？刚进来就看见了粘团子，这个不行。看那小粘团子，刚除的。还没有生虫子呢，它上边这盖是粘的，叫粘团子，叫松树蘑，就长在这松树里了。看见这都是现出的，多好。这个有点虫子了，也不碍事儿，这玩意生虫子回家撂撂或者晒也正常吃。看，发现一片小野花。是不是很好看？发现两个真枝蘑，真蘑。昨天下雨，有点浇楼了。在这里有俩，都被我发现了。看这俩刚除的，还是小芽呢，太好了。哎呀！这个脑袋掉了，看这个粘团子，太招人稀罕了，胖乎。又有一个，都没有生虫子，这个都楼了，生的虫子，看全是虫子，下雨浇楼了，不要了。看这个大松树，这得多少年呢？长这么粗，但是有点长歪了。这么一大片松树林里，啥也没有，啥也没见着啊。往下走吧，看见那个坑没？就是野猪拱的。这边还有，就这全是野猪在这拱的。不咋好像有点楼了似的。这个小芽让人踩了吧？上山也有事，可不是让人踩了。这就是以前出的。这是以前出的，有点小芽。正常这一树桩子长的都是，今年没出呢。这一会儿才踩这点儿，这出了点儿，都是头插的。都不咋好了，这样睡睡，像这样睡睡，
这都楼。我和我妈下山了，也没踩着啥呀。这头发刮的像疯子似的，今天忘了戴帽子了。唉，踩了这点够吃一顿吧。今天这咋的了？也不出蘑菇了呢，就是踩不着蘑菇。头茬已经过了，光天儿再下点雨看看，看看能不能踩着那个碗蘑菇。到家了，走了两个山，累死了，也没踩着啥。去山上看，寻思去山上看看，没有就死心了。但还是不死心，还在等下雨，等光天再下雨，然后再上山。今天采了点能够一顿吃吧。一共就采了这点，这是烫着蘑，这是烫着蘑，这小的都是粘团子，这个是真蘑，就采了不点真蘑，反正够吃一顿了。又嘎了点毛豆回来，晚上互吃。这毛豆结的粒还挺足呢，看这多鼓亮，够吃一顿的了。